生暑假就还不懂，就是可能家人就带你去看医生啊，然后医生说什么什么雄性荷尔蒙啊之类的，然后就开始用一些生发的洗发精，然后用，然后医生有建议说吃药，但是我家人说不太同意，所以那没有继续治疗，然后就只是用一些生发洗发精，然后这样，可是到时候一直掉，掉到大学已经就是前额的发际线越来越高，然后后来就觉得心情就是会被同学嘲笑啊什么的，到最后就是也一直在找，就看到就是魔法部用这种粘贴式，然后就他说只是透气，因为以前用那种普通的假发，都是那种很闷，然后头发会油啊，然后就是很不舒服，然后看起来又假假的，就有些他没办法修很短，然后就是修到一个极限之后，你就会看到那个鼻毛会穿帮，然后用了魔法部之后就觉得比较自然，而且用到现在就是没有人说过你，就是用好像戴假发一样，就没人发现，只有你自己说这样。